領大的立場和其他大學一致的，我們明確反對港獨，因為港獨違反基本法，我們亦都絕對不會支持或者縱容有人在大學校園鼓吹港獨。我希望社會人士給予大學的空間，去適當地處理他們校內包括民主牆上有關港獨的標語和意見。假如有少數學生因為種種原因對港獨問題認知出現偏差，我們有責任適當地協助他們作出正確的判斷和結論，而不是將他們放在一個對立的位置。近期的爭議已經困擾了多所大學一段時間，大學甚至整個社會都因此而付出代價。我希望社會各界不要將大學校園變成政治角力的場所，讓我們可以盡快回復平靜，重新專注在我們的正業，就是教學和研究工作。